开门儿。上别的地方拿的。他这个是不是跟咱这个差不多大？哎，比咱这个长一点。你这个也行啊。啊，行。箱子也还行，挺好的。哇塞，垛这么老高了。这疫情啥也整不来，这托朋友给倒腾了点这个泡沫箱。哎，我真怕我听这个声音，就当那挠挠刺挠。对，刺挠。没了哈。知道。俗话说得好啊，朋友遍天下呀，这朋友多了路是真好走啊。咱今天上午给我愁的，咱家没有泡沫箱了。我从网上订了一些也来不了，我突然想到给这大同本地这些朋友挨个人发个信息，给我整点泡沫箱，结果很快就落实了，看到没有，给我东拼西凑的整来了20个，能用一段时间啊。然后家网友是真给力吧。然后就是这个箱子呢，就是没有咱在那个网上订的那个厚，然后外边没有纸壳箱，但是也还行啊，也还行，能用。你们看看这么大这个箱儿，多少钱一个？这就妥了，解决一大心思。安顿上，这两天就可以给你们发货了。这个泡沫箱是用来发海参的。